怎么说爱你，怎么说对不起你，怎么说我还是好想你，怎么说千言万语无言，怎么说亲爱的、oh, I love you. 怎么说永不分离，怎么说休息一段时间。休息？你死了就可以休息了？我想出国，我想放松。你再说一遍，你就是变成鸭子，懦弱，退缩。我就是你想放松。我错了，教的孩子这样没有用，我很失败。喝茶一大婚的日子，别哭丧着脸啊。